那最珍贵的宝贝是独一无二的，肯定藏在某个地方。凭此破天图，你们自可各带五名手下进入逆殃境。此物就是破天图，三张合并能找到一位号逆殃兄弟的八级玄仙所留的藏宝之处。只有一件独一无二的重宝，但是破天图却有三件。那重宝到底是什么？你打开手谕，一副就知道了。快回去吧。丽儿，这人是谁啊？我会来找你的。不管如何，我永远不会和别人在一起。丽儿，丽儿是你名校的吗？